世界上最美的精灵女孩，她通体雪白，金发如瀑，腿细笔直。她18岁代言某款游戏扮演精灵，许多人看后都误以为是 CG 合成的虚拟角色，但实际上是纯素颜出镜，并且后期没有添加任何特效渲染。她叫沙凡娜，是一名加拿大模特。从镜头中可以看出，沙凡娜精灵打扮真的太惊艳了，空灵的气质，深邃精致的五官，1米8的大高个，搭配上仙气十足的精灵服饰，完美展现出那迷人的身形。拿起弯弓的那一刻，霸气的眼神令网友们沸腾。凭借着广告的爆火，沙凡娜也在网络上迅速走红，堪称史上最美的精灵模特。绝世的容颜让无数女生羡慕嫉妒，瞬间感觉女娲捏我时肯定分了神。同时，沙凡娜也成为了无数宅男心中的女神。这都得益于她从小就在艺术体操队接受高强度的封闭式训练，是真正的集颜值、演技、模特、运动员、学霸于一身的小仙女。以模特出道，却还能兼顾学业、事业和爱情。当网友们了解这位99年的精灵小姐姐后，真的木了。不少网友表示自己想回炉重造，人家美的跟假的一样，我丑的跟真的一样。有一种美叫精灵系模特，仿佛不食人间烟火，